这里特别讲一下，就是，我现在在这里是可以放大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在最北方这个的安全区这里哦，这个是监狱，从监狱一路过来，这边是一个加油站。那这里是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哦，这里是往天堑区哦。到时候我会把目标打在那个标题上，我们要去天堑区。那天堑区，完蛋，我76玩太多，我要怎么开手电筒？哦，very nice，好。天堑区呢？你在玩剧情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爬到最上面嘛，那边。有个彩蛋，那边是空袭，今天顺便讲一下好了，因为当时做空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怎么说嘞？对，天线。那时候很爱配乐，塞一堆奇奇怪怪的配乐，说实在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为什么我总记得好像这里会有那个啊？电？还是我记错记得这里会有夜舞。这里真的是 C3。这里它会掉那个，掉一把特殊的那个锤子，那个是解意大利水管工在用的。那时候到底死多少人？这已经是天堑区。你看，我们穿过这个隧道。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塔，天堑区上面的塔。
这里就是原本它是过来嘛，这个就是原本渔村那里啊，那座桥啊，那座桥那时候也是很刺激的，然后空袭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在这附近。我们要找一个坠毁的直升机。因为我记得要游蛮远的。这里可以透过那个破土。但我是过头了吗？啊，找到了！太早下水了。哦，有了，看到了，这个。这个废料桶那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啊。之后如果对空袭这个道具有兴趣的，可以来捡。哦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箱子，没记错的话啦，是这里啊。然后这个是直升机嘛，最后的直升机。这也是有箱子。东西我们拿完了，所以不会有任何在里面。好，就这样。这个是回到天线区的方法。然后，如果要问彩蛋，那个植物大战僵尸彩蛋的话，在这里。哦，你要天线，原本天线区就是从天线滑下去嘛，然后经过这个水坑，从这个海岸这边出来，这有个隧道可以进去。那如果在这里有一个就是孤单僵尸的彩蛋，好，就先这样吧，拜拜。